坐八堂的时候。那、啊、你不是没有预约啊？此生必尝。无菜单料理、欸。可以啊。饮水蓝。还、啊、要多少钱？很贵啊，几千吧。3000块啊。饮水蓝。哇，这都半个人没有。这个就半加加酒啊。这可以半加加酒啊，你就哎、欸，我帮你煮菜，我帮你倒水，帮你喝，哇，水哦。